处事，就看到就放在那个义卖箱里面，这义卖箱，那看到这么奇怪，这种很，我虽然是一进门，我没有接触这种，然后有个师傅讲那不行啊，很好啊，什么什么啊，讲一大堆，要义卖呢，我就20块把它拿回来，拿回来，反正我就下把什么师傅，跟过我们很多师傅下把。然后我有一次在就摆摊子的时候，那个八卦子是给人家偷去的，整个把我偷去的，很喜欢的那些人，很多小偷。然后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做，我说这东西看到，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坐在我的桌子上，我说我的工作时间很长的嘛，坐到累了我就倒下，突然间在梦里面就梦到那个八卦子，我也不懂他是什么人，他来的时候他啪啪啪弄成这。慢慢去研究，慢慢去研究。其实我有一个写了一个 program， 我没有电脑，我不会玩电脑的。然后我写了一个 program， 就慢慢去看有没有。那就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我看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把它撮合起来，然后我自己去看，自己拍。那个时候我买那种 Manila cardboard 了，剪到小小，我自己去看。然后到真是，我有个朋友他是书法家，他把我的东西写下来。哦，所以这是你朋友的书法的，写下去的。